家好，我是小兵，我今天要教的是1990单手手转。OK， 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你要会倒立换重心。换重心。OK， 就是这样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你要会八卦转。八卦转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手转是要靠脚带力，而不是用身体去抢，所以你的脚要画轨道，画越满动力越大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先示范。首先第一步呢，你要先急行扯带力，急行扯绝对是带动力用的，不是做好看的。好，把脚画到最开，上去的时候我是右撇子嘛，左手上去的时候，马上呈现倒立的点。重心马上移至右手上，好，这样，左手、右手，重心在右手上，对，那重心在右手上的时候呢，你的耳朵要贴住你的手臂，对，然后在转的过程中，身体要呈现棒状，棒状，全身出力打直，手跟肩膀推地板 ，OK， 那在转的过程中完全靠脚带力。然后再把身体呈现棒状，跟得越久，转得越多圈。好，小兵现在要示范了，看好。再一次。OK， 学会了吗？赶快去试试看吧。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如果想要了解我更多的资讯，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追踪。那如果想要看到我更多影片，欢迎到 YouTube 下方按订阅。各位网友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